现在在 South Brisbane 站，然后我今天要搭火车哦。你看到吗？我在火车站。我们今天要坐火车去黄金海岸，现在在等车。坐到黄金海岸要多久呢？一个小时。六分钟后抵达。没有人的车站，因为今天是礼拜一。Thank you。我们刚刚下了火车，然后现在转搭巴士要去那个看鸟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很特别的是，它就是其实是一个餐厅，然后是卖那个炸鱼薯条的地方。那它的话就是把那些剩下的骨头拿去喂那些鸟。那个餐厅了，就在前面。那已经看到有那个鹈鹕飞过，超大只的。就是这一家海鲜餐厅。那我们现在先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这边就是卖很多海鲜。看到了吗？就是他们现在已经聚集在这边等待要吃东西了，超可爱的耶！你看他，这边还有一个，降落。这边也是一个大乱斗，这边是海鸥群，不知道在争什么，好可怕！啊，那个弟弟好可爱。我们点的炸鱼薯条，然后面对这个海景，很美吧？就是要来吃我们的午餐。Thank you.
觉得啦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吃完那个鱼薯条了，现在要前往奥内。那个奥内呢叫做海港城，金海岸这边还蛮大的奥内，我们现在要去逛街。来喝这个澳洲的饮料，它就是现打的那种新鲜的水果冰沙。它在台湾好像也有，但就是店比较少。我们逛奥莱逛到超累，有押韵，因为它这边奥莱5:30就关门了，所以现在差不多5:30，我们就是没办法继续逛。我找到这只金鱼了，我就是当初就很想要来看它，但是上次没有找到，觉得很失望。后来我找到它了，好大哦！这个是冰美式，但是大家知道，在澳洲啊是没有 Ice Americano， 它是 Long Black， 就是你的黑咖啡的话叫做 Long Black， 所以你如果要喝冰美式的话就是 Ice Long Black。因为我刚刚很饿，所以我点了一个面包。我点的这个面包是肉桂面，肉桂可颂吗？它闻起来很香，就是有肉桂的，有肉桂的糖粉在上面。哇！很酥脆耶，来吃吃看。很好吃，它的肉桂味道很香，然后那边面包
他有帮我烤过，所以非常的酥脆。那这个就不便宜，这个面包就要差不多台币100块。反正在澳洲只要外食的话就是很贵。我竟然发现了冲绳的拉面店在这边。冲绳吃到的是蛮大碗的。